疑似来自军备局205厂设计的三级抗弹板，实际透过北约规格 5.56、7.62 公里子弹，经过射击，一瞬间呈现凹陷，引发各界质疑：国军的抗弹板难道重看不重用？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部队都是采用三级抗弹板为主流。105年，国军的三级战斗卫星送到美国的切斯皮克实验室，6发7.62公里的普通弹，距离15公尺，射击均未贯穿。强调当前国军使用的抗弹板足以抵挡一定距离的子弹攻击，甚至符合美国司法协会标准检测结果。为了消除质疑杂音，国防部更首度公开4次检测记录影片。品质安全是没有问题的，就其中外面所谓的3+的规范来做研究，的确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方向啊。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两岸一旦开战，解放军如果使用5.8公里机舱近距离100公尺内射击，三级抗弹板真能有效阻挡吗？甚至为何不直接采用更具保护力的4级抗弹板？我们7.62公里的普通弹，我们是4163焦耳，中共的5.8公里的弹哈是2003，所以将近是2倍。7.62能够挡住，那当然可以挡住5.8。科学数据来推算，三级抗弹板它是可以挡住中共的普通弹，4级抗弹板其实最大的问题啊是厚度跟重量的问题。而经过清查，在美国测试的抗弹板初步研判，并非从国军流出。如果经过查证，这个抗弹板是我们国内流出去，我们可能会针对我们自己内部管理，是不是有人为涉犯陆海空军刑法，我们来进行一个查证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装备技术应该与时俱进精进，否则到了战场，少了保护力，仗又该怎么打？进行我谢谢黄宏宇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